有时候会突然想起那一天的中午，也是这个时间，这个老地方，那时的我们年轻单纯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我是女主播小佳。The first host is radio in 福州 province. 福州 music radio FM 89.3 host is radio. 福建首家女主播电台福州 music radio FM 89.3 FM 89.3 女主播电台。光大信用卡刷新每一天，光大银行有。